粉丝提问，为什么多个同样的物品叠放在一起只显示一个？这个现象大家应该都发现了，官方为什么会这么设置呢？应该有三个原因。一，显示不杂乱。如果不采取这样的设定，想想会发生什么？你捡了20个绷带，不想要了扔了，脚底下就会出现20个绷带模型。你捡了300发5.56子弹，现在换成7.62枪了，然后不需要了，把300发都扔了，这时候脚底下一下出现了300个子弹模型，这还得了啊？到时候扔个东西满地图都是模型，太乱了，实在没必要。二，方便玩家再次拾取，这样设置还能防止玩家扔错东西，万一不小心把几百发子弹扔了，地上出现了几百个一发发的子弹，你还要去一发发捡，这谁受得了啊？所以设置成叠放在一起只显示一个模型，这是最好的设定。三，玩家玩起来不卡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，不然就像上面说的，扔一个数量级大的东西就会满地图都是模型，你的手机就要显示这么多模型，万一手机配置不好或者游戏优化不到位，会很容易出现卡顿现象，所以只显示一个的设定是非常完美的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